你没办法扮演这些。所以我师父才会说，你这个光头不能有个性，不能有自己喜欢不喜欢的眼神、讲话的态度，因为已经出家了，你已经不是你的名字了，你已经融入于释迦牟尼佛了，叫四海涛了，啊，那你要开始去扮演你应该要做的事情，这跟你出家久跟不久没关系。如果你第一天就不想这么做，你第二天也做不到，你后来你出家二十年你也做不到，因为你一直在扮演你自己，那不行，因为你已经决心归命三宝，那你要扮演三宝在这个世间所应该扮演的一切。这个不是等到你出家三年五年十年再来，只是你现在很努力，以后很自然这样而已。但是你一开始就不想努力，不想扮演这个角色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像刚刚哦，做司仪的主任他知道我今天在做司仪，我讲话要大声清楚，要把会场弄好，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啊？那我怎么扮演地藏菩萨？我怎么扮演观音菩萨？在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扮演大随求菩萨？我什么时候扮演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我们要修这些法门。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所以我们现在在北京开车到五台山，在北京开车到五台山啊，6个小时就到了。但是路上堵车，你不通道，你不知道路上还有堵车，一塞车了你到不了了，不是6个小时了，时间就多了。怎么办呢？走点转路吧。如果你从北京开车不走这个以前的旧的路线，从北京开到大同去，大同转到五台山来还是6个小时。拿这个做例子，如果你想修行，说想了生死，那了生死的方法很多很多，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单纯像我们所说的啊，对，固定一法，固定一法是非法。因为什么呢？法无定法，法没有决定的，佛说一切法都是圆融的，无障无碍的。但是就是你所走的路线，你怎么能够通达让它无障碍？那佛所说的法都是一切让它无障碍。哦，原来不是真实的就无障碍了，因为你的心无障碍过，
你心有好多种执着，你还能有障，还没无障那呀？那你心里什么都不执着了，无障那，这都是方法的问题啊。下雨，你从你那个住的寝室到法堂来，下雨呀，打湿了，那夹点方便吧，打把伞。打伞不方便，要是风大了不方便，把伞给一吹啊，好，你手里拿把伞，风一吹了，把上头给你吹翻了，风太大，伞太轻，怎么办呢？穿上一件雨衣，对，连脑壳带上都包上了，雨衣都吹不着，说把你人吹走了，这叫什么方法？方法，你要能了解这一切法，它是变化的。法是变化的，相随心转，法由心变。你觉悟了，觉悟了就是光明业，不必再迷惑，不再迷惑所迷惑了，通达无障碍了。心境没有执着了，心境国土境。那么你这样呢才能调伏一次众生，调伏一次众生。你经常要修观的话，这四句偈子啊，文殊菩萨所教授我们的，他说要你了到世间一切相都是真的。咱们你说是入幻嘛，了法入幻，怎么样都是真的啊，俗就是真的。真骗一切处，你得先辨一切处。但是你如果不了解一切诸法入幻呢，你那心就不骗了。真不障碍说，一切诸法的法相，一切诸法的法相是依着性而起的。你了到性了，相就不随你，不给你做障碍了。这叫性相一如，先转心。我们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学教理也好，都是转化你这个妄心的了。让你心无所着，相依心转，相依心见。要了解知道自己跟众生是同体的，这个大悲心才能生得恳切，这样才能调伏众生。但是呢，你必须得有光明，有智慧，是吧？咱这个题目这品呢是光明觉，觉光明翻过来，觉悟了，光明自然显现了。你不觉，不觉就是黑难。告诉你，能了的这个智慧，一切无障碍，没有智慧，一切都是障碍。所以有这么两句古德叫什么？有慧的，你做一些事儿方便善巧。有慧方便是解脱的。说你没有智慧啊，你想什么方法都是障碍的。有慧的方便解就是解脱，无慧啊可就方便法，你越想方法越多，束缚你是越多，说你胡思乱想越多，烦恼越多。有了智慧了，那不叫胡思乱想了。所以前两句告诉你说，你了知一切相非相，佛了一切法如幻，而这样子才能通达无障碍。说心静了，国土都静，一切都静。你心静了，调伏于众生，众生都是静的。为啥？你从众生的性上看，不是从众生的相上看，这样在性上是平等的。
就是这一个记载。回有见出生，妙彩入金山，住持最后身，容若人中月。嗯，这个意思说，佛从出生，乃至到成道，乃至于他度众生，他的大悲大愿都是自在的。调伏众生是普遍的，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嗯，有的见佛出降生就得度了，有的是见佛入涅槃了得度了，都入事儿，所见的不同。但是这个得要你从观照上起量，千万莫在现象上去做分别。嗯，见也有不同，各种的见解不同，对，为什么呢？个人的觉悟不同，对，觉的不同过，那么觉的所见的就不同。这很多了，说我们见佛初降生的时候，八相成道最初相，佛一降生。就行了七步，而且地种莲花，那不得莲花。嗯，我有个道友，我一个同学的啊，他在这个杂志上，他笔名叫火头生，火头生，在香港杂志啊写的，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是简直是胡说八道，哪个小孩子生下来会走路啊？我没看见走有个小孩生下去走路的。他根据这个意见做了一篇文章，就批评八相成道那个最初相。他在杂志这批评，因此以后这个杂志啊不敢登他的文章了。为什么？那么佛教徒看见都反对。后来我们俩通过一封信，他跟我谈论这个问题。对，以前嘛，在青岛战争时，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我们俩都是给玉克当法师的，一天就经常的逮块堆辩论，就换句话是抬杠。这种看呢，是右眼看的，拿我们凡夫境界来揣度圣人的境界。是啊，没个小孩像这样的，也没一个小孩生下是佛，有吗？哪个人生下来一生是佛呀？有吗？没有，所见着不同啊。在艺术界，在这个国度见，在那个国度见，当然是不同啊。你戴一个红色的眼镜，看到外头都是红的；戴个蓝色眼镜都是蓝的；戴个绿色眼镜都是绿的。就是不是你所戴的外相，而说你的内心。众生的机不同，所在的处所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那他看问题自然就不同了。我们这有好几百人，有的人呢，他不说真实话，他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但口里不说。人人都说坦白，人人都隐瞒之见，怕说出人家不高兴，对，这都不是真实。这把这入幻的事情啊，就是机感，就是一些众生他的处所环境，那就产生了他的知见，就看问题有不同，他的学习不同。
因此啊，所见的就有种种差别了。嗯嗯，有些人，他在这个地方说的话，到那地方说的话，见这个人说的话，见那个人说的话，都不同。是有惑眼的众生，佛菩萨不是这样子的。那佛菩萨说法，不是说佛说法有八万四种，也不同啊，不同它是因机的差别，因机的差别，个人的感受不同，所见的不同，像我刚才说我们同学，他就这样认识的，他把佛跟一切众生的一样看待，那好多人生出就不同，那不只是佛呀，善财童子他生下来啊，他家庭的那个啊一些财宝库房都满了的，须菩提生下来，他一切的家庭，他家庭所有库房的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对，过一段时间又都显现了，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有福德的人，有大福德，他生出来，他家庭好，没葬生呢，他就请了好多个保姆，啊，就准备他降生。这富贵人家，而穷人家他就劳动去了，甚至在要生时候还在劳动，啊，把小孩生到地里头去了，在地里劳动时候就生了。这各个不同啊，这叫随机不同，随机不同，是，所以这个见的不同。很多的众生他感受不同，对，对。假如说吧，这有这三四个人，同一件事儿，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清凉果师举这个五台山，说有五个人，这多了多机了，就是五个人呢，就是很多的益处，五个人的益处就是南台、中台、北台、西台，所见的不同。一个人在南台就见着文殊师利菩萨了，一个人在西台呀 见到狮子了，还有一个人在呀中台呀见到万圣齐备，好多的菩萨，一个在东台呢见着不是菩萨是佛化佛，一个人在北台呢又见着圣僧，各见不同，但是呢，是不是有这么多差别呢？就是含着机感的意不同，所见不同，对，就是个人的感，跟那所有的应不同，但是这是真的假的？你有什么感，就有什么应。乃至一个人，他在早前呢朝菩萨的时候，在戴罗顶啊，看见是菩萨，见到菩萨了。但晚上他又朝戴罗顶去，看见是化佛了。时候不同，见的不同。和同时一个时间，一个时间，那么不是一人，很多人同一个时间个人所见的不同，就是说对景生心的时候，对，是吧，我众生有种种见，种种不同，同时一个圣境所见的不同，这个意思嘛，那个清凉果师介绍很多啊，但大字都是解释那个句子，佛的见一切入法入幻入泡入阳，这金刚经就是说的，这是一个觉，一个光明，佛的看问题，众生看问题就不是这样的了。文殊菩萨
跟我们说这个，说让我们生起信心来。那么这一品呢是光明，是觉悟。你觉悟了，处处都是光明。清凉三，所谓对的众生机，不同，消除众生业恼你。而且冬天下大雪，穿得很单薄，那就麻烦了呢。那就不是清凉对热闹了。那你看怎么想？这个形容着清凉的意思，是持住烦恼众生的烦恼热的，不是对着世间相的。要把这个咱们现在所学的光明觉，就是你觉了处处是光明，你不觉了处处是黑暗，就是你一切论功的时候，修道的时候，你得会观会修，不要起些个执着，也不要随着人家说，你自己还有个主见呢嘛，你还有个主观呢嘛，你依着你自己的觉，依着你的光明。老师说了，学生还有选择的了，除非佛这个老师说了，我们可以好好照着做吧，没什么选择的，因为他说的非常的正确，没有一点的错谬，永远没错谬，你只能照着做。然后你是凡情，不能彻透圣境，这样的意思。所以佛所说的法门特多了，因为佛不在世了，我们就自己摸索吧。你说这个法师是善知识，那个法师是善知识，而善知识太多了，你不晓得一直哪个善知识说的对，那你怎么办呢？取信于佛，佛说的是对的。佛说法是无说无知无着的，我弘扬这一法，我就说这一法好，这一法是佛说的，说这一法就行了，别法不，那别的法都不是佛说的了。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每人都有自己的觉，都有觉啊，每人都有智慧，觉就是智慧，智慧的大小深浅。但是你必须禅定一个有这么样的智慧判断力，哪个适合你的你用哪一个，灭不要随人家的语言转，你们看这本书就照这个书做，看那本书就那个做，那不适合你，自己选择，就这个意思。了知一切法住幻是不错，是幻，但是幻的时候能生出真实来。对，语言文字言说都是假的，你不假言语不假文字，你怎能进入呢？你信心怎能生得起来呢？你连信心都没有，你又去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学它去呢？你又不经过学，不用做，你又怎么去做呢？你没有做，没有行，你又怎么去证呢？你知道是苦，想断，你怎么样去断呢？我们每位道友都知道烦恼是不对的，你也知道这烦恼不对的，但是你没法把它断除，你怎么能自知你永远不生烦恼？那你不就成了吗？因此文殊菩萨教导我们方法很多的，你遇什么说到净恒品上，你遇什么发什么愿，回有见金星的时候，就是无量功德，念会皆散脚，丈夫狮子步，就是说佛的啊，
举佛来让我们升起信心。大丈夫狮子座也是狮子步，是指佛说的，佛的行动。咋能拿凡情来说呀？所以不可以。或者看那些个行刑的时候，行刑的时候，就是佛的行步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说的有思维，思维就是念头，说念头都是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给众生说样子的。就从见佛的行为，见佛的相，这是见佛的相口，或者干清末观察与十方，有时现实效，为顺众生意。佛有时候是顾盼行步之间，都给众生做榜样的。也大菩萨也会经常的也现四孝啊。他让你不要执着，不要在相上去执着而已。我们知道那个菩萨点待见文殊相啊，知道那个含义就好了，那是现的嬉笑相。菩萨用那个来利益众生，他为了度礼敬，不要见相上，不要在现相上起执着，不要治我的四部弟子。那是随顺众生欲的。但是目的呢，让他得度，我又给他说佛，或者见着佛在说法，做狮子吼，或者视现的无比的深渊，乃至最后涅槃，视现最后生，说说无非实啊，所有说的法都是真实的。回要见佛出家了，出家表示解脱一切束缚了。如果我们身出家，心还不出家，身心俱出家，那身心俱不出家嘛，就是在家的了。这见这出家相，现比丘相，我们不去分别，不去起执着。佛在世现的比丘相，跟我们现在现的比丘尼相，他是随顺世间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随顺世间嘛。说我们非得到印度那样子，那把我们冻死了，一定要光脚，脚冻坏了，你还怎么修行啊？不要在这上一切法是执着，会学法的，能够照佛所说的教法，他来跟我们示范，叫我们去做的。如果在这上去分别啊，你这一辈子就分别这个去了，你怎么得解脱呀？佛说法让你一定的永远生欢喜心，没有烦恼，能锻炼到有这么个功夫，那就很好了。对，一天愁眉苦脸的，那道怎么成啊？一天你欢欢喜喜的，你好多少好多病苦啊，少好多病恼啊。佛所说的法，一切法都让你不去执着，让你解脱，但是我们众生就毛病特大，不是业障太重啊，处处的是执着，说东做东，说西就做西，佛说东方啊，一定是东方，那不一定，你站在北方看了，它就是南方了，它不是东方了，就是意思啊，去你的执着，让你虚相解脱的。我看着我们好多的，我就是这样的，就自己去找烦恼，不是求解脱。学法的时候，学得非常执着。以前我就是这样的，现在好一点点，好点点。好，我们学四教或学五教的，排斥法相，排斥威势，那不是佛说的。对，法佛说法都好。什么好？拿着说一句话，每一言都是阿弥陀佛，
都治众生病了。你们这个病啊，你们这个你可以不吃啊，你不说这个药不好啊。因此啊，你所看见的来观佛的像，来听佛的狮子吼说法，来见佛的身，那佛到涅槃了，所有视线，所有所说，都是真实的。什么真实的呢？能够教育众生离苦得乐就好了。我有见出家相，出家能够使已经出家了解脱了，或者修行，佛所教导我们的，只要佛说的，只要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常识的生欢喜心，常识的欢乐，经常观常乐我净的四德。在你行动当中，心里让它寂静下来，在寂静下来，要观察力众生的一切法的行动。静即是动，动即是静。修定是为表示什么呢？寂静要生智慧啊，静才能生慧啊，定能生慧啊。戒呢就防范你事物少一点，静一静，防范子呢就是见，静了下来能生智慧，这戒定慧是连贯着的。这一段呢，文殊菩萨赞叹说是辅助佛的入胎降生说法成道，都做道场，回见佛做道场，能够绝了一些诸法，让一切众生修福德修智慧，对，在苦海此难到达彼难，到达功德彼难，此难的烦恼把它断尽，就是此难烦恼断，能把此难烦恼断了，这就是觉悟光明。跟学这个法的时候，经常想到观想觉悟光明，觉悟就是光明，不觉悟了就是黑暗。回见圣丈夫，具足大悲心，转云妙法论，度无量众生。佛于甚深法，通达无余顶，众生不能了，次第为开示。甚深法就是使你能够认识觉悟与本觉的体，觉悟要达你的本来所具足的觉，就是菩提，菩提的体体。这个能得到了之后，它会产生无穷无尽妙用，这是众生不能明白的，众生不能了。佛就给他开示了，还要加个次第为开示。这有次第的呀，对处一定要得信，信佛的德，信佛的妙用。完了向佛学，观察自己，佛教什么的，北见狮子吼，微光住殊特，超一切世间，神通力无等。这时候佛转法轮的时候，佛在度众生转法轮，佛所示现的身，身是最殊特的，微光最殊特。佛所说的法音，拿那狮子来做比例，在世间上相声来比，没有超过佛的。对，乃至佛所现的神通，调众生的烦恼，
神通力呢，我经常做入世解释，神就是佛的心，通呢是佛的智慧。如果我们学到一份，我们也有一份神通。大菩萨学到十份，有佛的十份的佛的神通。俄罗汉呢种的一半，那他有一半的神通。我们现在没有，我们也有我们的神通。学学佛所说的，画的虽然不好，学的浅深不同，这是学习当中啊。那佛的度众生的狮子吼就是无畏说，所以说他的微光最殊特。有一个众生不是那么好调伏的，佛就世上神通力降魔，降伏众生的烦恼，那得靠佛的神通力。那知道因缘，知道你过去的因，知道你缘起，这样来跟你说法。那有的众生在佛实现涅槃时候他得堕，我有见呢佛已经寂静了，世间灯笼灭，我们点灯的灭了，那个是佛本有灭啊，是因缘尽了，这一段因缘尽了，就像灯灭一样的形容词，是佛实现入涅槃的时候，最后实现入涅槃的人，那佛住住有实力，这实力的名词咱们现在不讲，后头也详细说的啊，佛的神通后边也详细说的，这是总说了，佛虽然在实现入涅槃的时候也实现神通，实现妙用，也在度众生，应以什么是什么缘法得度的，应以什么缘起得度，佛就示现什么众随众生缘，示现这个一切法来度众生。佛没有什么涅槃不涅槃的，那佛说的示现涅槃呢，那是把这个现佛身度众生这个缘起暂时停止了，这个缘起停止了，示现佛的缘起停止了，都示现做别的去了，这是佛说的啊。佛跟地藏王菩萨说，我并不是在这个世界光实现佛生度众生啊，什么声闻缘觉一些众生相，什么相都现，佛有这种力量，这是文殊菩萨赞叹佛实现成道，实现度众生，实现入涅槃。尔时光明过百世界，遍照东方千世界，南起北方，四维上下以佛入世，彼世界中皆有百亿阎浮，乃至百亿塞经应天，其中所有悉皆明现，彼一亿阎浮体中，悉见如来作莲花掌狮子之作，十佛刹微神数菩萨所供为有，悉以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各有十佛刹微神数诸菩萨具，来以佛所。其大菩萨为文殊师利等，所从来国为金色世界，本所是佛，为不动智如来等，而是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各以佛所同时发生，说之颂言。咱们是以这经文自说一处啊。那文殊师利菩萨是现一切处，而是一切处，
这个时候在东方世界，其他方世界都如是，南西北方视为上下，反正十方嘛，都有入世的相。说什么呢？佛于甚深法通达无余等，众生不能了，次第为开色。这个前头咱们讲过了一遍了。我性未生有，我所以空寂，云何注入了而得有其身？这就含着有问号。性没有，我性佛性，这是观我的身，因于自身观我的身。那我的身呢？是运呢？不是运呢？这个运是无运啊，无运，运所生。我呢是生灭法，生灭法有五运，要是五运相异，我怎么知道呢？只是忘情嫉妒。我本来没有，五蕴没有，就是五蕴合合有，这有是假的，幻化的。即没有我，我都没有，我所更没有了，谁是我所呀？我空，我所已空，那这个身体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无有身之身，无身之身，是法身，法身现于有身，无身是无蕴法，蕴法，无蕴是我吗？无蕴不是我，无蕴要是我，我就是生灭，无蕴是生灭法。说我跟无蕴相不同，跟无蕴不同，无蕴不是我，我不是无蕴相，这就是无我了，无我了，我都没有了，还有我所有吗？我即不立，以无我所。内无有我，外无有我所，一切都不是我所有的，就是内无有我，我是主宰意，我做不了主，做不了我，我没有我。无有我，那这个来所有一切行住，一切的这个活动，似乎有我，这是假的，可不是真实的。那这个我是什么呢？是五蕴的受、行、识。受没有，谁来领受呢？受即没有，身也没有，没有领受的身，才没有的受。这样的才能断烦恼，这样才能断烦恼。说这样观呢，那就是烦恼能断烦恼，就叫解脱，解脱了，烦恼就没有了。但是我所做的业，所作业不亡，做的业嘛，又是真实的呀，你做的业要受啊。是吧？但是做这个业也不是真实的，业性本空，是唯心造。对，这样子一分析，身也没有了，心也空了，对，那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段意思啊，就是解释我们身跟心两种。要是以菩提道来说，以菩提道来说，说我的性啊，我性
我性，性没有我，性不，这个所说的性啊，我那个真实的我，不是我这个假我，这是妄心，妄心。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听闻正法，共取正觉，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生以及印赠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裨益大众。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共襄盛举，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广利众生。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划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时间过得真紧，人讲目一个呢，过年又过到啊。在这，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搁在海涛师真慈悲，为着疫情，每年我上华严经、佛法经、楞严经，搁在上大宝雷经。
搁上金光明、金光明经、大智度论，即马上大宝积经，所以很慈悲。啊，我也想我足快乐的，希望大家都会当过着真正快乐的日子。谢谢。Pradihana Sawagram Prampra Nimi Savasato Nenchai Swaha摩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又名胜福往生净土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如是我闻，一时伯杰凡在士罗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与无央树声闻菩萨摩诃萨聚，及诸天人阿修罗等无量大众前后围绕。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不可说功德庄严，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今此世界无量有情，烦恼因缘造诸恶业，当堕地狱、恶鬼、旁生或天人中受诸巨苦，
唯愿安敏，方便拔净。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如能安敏一切有情，作如是请。谛听，谛听。我今为汝略说拔净众苦方便。善男子，有佛世尊，名为不动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南无赞那赞呀呀唵刚伽呢刚伽呢若伽呢若伽呢卓伽呢卓伽呢扎萨尼扎萨尼扎迪哈那扎迪哈那萨瓦伽玛巴朗巴朗南无萨瓦萨埵南无耶梭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诚敬礼不动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先所造作五无间业四众十恶，毁诸圣贤，谤正法罪，皆悉除灭。临命终时，彼不动佛与诸菩萨来现其前，赞叹未遇，令其欢喜，复告之言：今来迎汝，应随我往所从佛国。彼命中已，决定往生不动如来清净佛土。善男子，复有世尊名灭恶去王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诚礼敬灭恶去王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万四千劫常忆宿命，所在深处得丈夫身，具足诸根，深信因果，善诸技术，妙解诸论，好行慧施，厌舍诸欲，不造恶业，离诸为不，具正命慧，众所爱众，常尽善友，恒闻正法，求菩提心，诚无暂舍，以诸功德而自庄严，具善律仪，不诸恶业，恒无匮乏，调柔乐净，于天人中长寿快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于十道彼岸，常愿利乐一切有情，诸所修行非专自利，在所深处常得见佛，护持正法，欲贤圣众，时波伽梵说此经已，深闻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山。